现在可以摆上这个雪人，这个不是我做的，这是我买的，在蛋糕店买的，把它放在这里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圣诞花圈马铃薯山，太开心了！大家可以在家里自己试试看哦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点个喜欢。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。然后如果想要持续追踪我其他影片的话，欢迎订阅我。那就是这样子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